我问一下，滚！哦，中午方便去你家吃个饭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去我家吃饭啊？啊，对。你干什么的？你别笑。我是吧？嗯。我旅行路过这里，然后出来体验这个乡村生活的。嗯。啊，是这样的。可以。啊，你是什么？有人可以吗？嗯。还有多久啊？都是吧。这，你不修一下吗？这，到了吗？啊，到了。哦，这是小朋友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哈哈。哦，这是你女儿哈。哦。哎呀，到了吗？到了。哦，这是你家哈。嗯。要旋风饭，还要旋风饭吗？嗯。哦。哦。哎呀，你好，小朋友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呀。啊？这。还有鸭子。还弄什么？还有鸭子是吧？哦，这家养的。嗯。爸，你怎么吃鸭子呀？啊。今天家里有客人呀。嗯，怎么就你和你女儿在家里？嗯。哦。小孩爸爸也不在家里是吧？嗯，他那个。啊。他那个我离婚了，他我一个人带着他。你说什么？我离婚了，我一个人带着他。不好意思啊。这还干嘛去啊？在猜，吃什么？还有鱼吗？田里面抓的啊？田里抓的？田里抓的鱼吗？鱼就不弄了吧？没事。哎呀，你很饿啊？啊，这里有点。几岁了，小朋友？六岁了。你好聪明啊！倒过来吧，没事。你去外面吃去。好。哎，你好，小朋友。好。哎。你好，你好。你没去上班吗？没有，在家带孩子读书。哦，带小孩上学是吧？对对对。哦哦。家里干啥农活是吧？也不是啊，有时候会去那个工地上打打零工啊这些。不，工地上。嗯。工地上能干什么呢？搬砖啊，扛水泥啊，都可以干，只要能干的都可以干。搬砖、扛水泥。嗯。你吗？对呀、啊。没开玩笑吧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不生活，孩子不生活啊。肯定要去，要有点事情做，要有点收入嘛。好香啊，柠檬菜。嗯，好，还行。你这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的，一个人撑起一个家呀。慢慢的会好的，慢慢的会好。好多菜啊！不嘛，煮鸭，鱼。我需把谈笑容。啊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吃饱了。那你吃饱了、哦？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刚刚吃小朋友。好。好，你慢慢吃啊。美女，感谢了啊。哎。哎。不说了，是吧？啊，对。哦，感谢了啊。感谢了啊。提过去。哎哎，放着，行，感谢了，感谢了啊。来。哦，放着，好，行，好，放着啊，来，拿去，没事，拿去买吃的啊，不准接，拿走，自己种的南瓜，你拿点回去。哎，不用，行，有没有？再见啊，好，行，那我回去了啊，感谢了啊，没有。